煮的大碴粥，哎呀，这大碴粥看黏糊的，哎呀妈，椒盐里边放了红芸豆，蒸的茄子、鸡蛋焖子，蒸的小窝窝，糊的玉米，今天新玉米家人们啊，新玉米下来了，嗯。哎，这是鸡蛋焖子啊，你吃茄子，香吗？了吗？香。哎，就爱吃这农村的饭菜。你是乖儿媳妇啊？咋的了？关键也咱也没有肉，也没有龙虾鲍鱼呀，你说呀？哎呀，吃点粗粮多好啊！这天吃点大碴粥，那就得吃啊，你说。我也尝尝啥味儿。老妈，那不好吃，不好吃，老妈。光看人家吃长啥样式的了，没尝过啥味儿。明天我给你买个小的，你尝尝吗？我看人吃龙虾都这么大。那大的妈老不好吃。谁说的？人家都越小人越嫩。老铁们，你告诉我儿媳妇和我，大的好吃，小的好吃。小的好吃，你看老铁们都得评论，小的好吃。大的好吃，小的好吃。你们要评论大的，他就给我买大的。评论小的就买小的呗，知道吗？嗯，老铁们只能向着我评论大的。哎呀，好有食欲，老妈。有食欲吧？嗯。看看这饭菜咋样？